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是 DJ Boo 啊。This lesson 啊，we start to the HSK 四下册，Unit 14，保护地球母亲。我也差一点忘了。Oh my god！我们学习到了 Text 4和 5 啊。我们首先来看到生词部分啊，生词部分。首先，塑料袋，practical bag，practical bag，塑料袋，少用塑料袋，污染环境嘛，不好。于是，hence therefore 于是啊，我感冒了，于是呢，我就请了假。鼓励，to encourage。啊，最近他工作不太顺利，啊，作为boyfriend，要什么鼓励鼓励他，拒绝呢是 refuse，reject，别人请你帮忙，你又没有时间，你要学会啊拒绝他，啊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，会很累的，啊，able。我明天呢，哦，要早点下班，你能，那件事情能帮我做一下吗？哦，我也很想帮助你，但是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怕是帮不了了。你找另一个人先帮你顶一下吧。啊，减少，to reduce，to decrease，增加，decrease 减少。啊，要减少环境污染，减少工作量，减少上课的量，我要休息啊。数量啊，quantity amount，massive amount，巨大的数量，我学了一个新的单词啊。我们来看到课文，塑料袋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，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欢迎。可是，but，它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什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？于是，therefore，一些国家规定，超市、商场不能为客户提供免费塑料袋，并且鼓励大家购买。可以多次使用的塑料袋，不要购买一次性的，一次性用了就扔，产生很多很多的垃圾，right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责任，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，to protect all our mother earth，right？因此，请大家节约使用塑料袋。或者购物时各啊自备，购物时自备自己准备，protect by yourself，购物袋啊，甚至拒绝使用塑料袋。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这样做可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数量啊，reduce，对环境保护啊有很大的作用啊。这是 text 4 OK 啊，we start to learn text 5。首先呢，还是看到生词哦，还有啊，这个很长的这个文啊，哎，sorry，五啊，这是五，温度啊，温度 temperature 温度，我们人体的温度是37摄氏度，哎，那。水要达到沸啊、呃，开水沸啊、呃，沸腾，sorry，沸腾的温度是100度啊。当然，不同海拔气压不一样，会改变沸点的一个温度。哎，那、啊、这是物理知识耶。psychological，我们来看到，哎，乘坐，to take，to ride，to take，bicycle to ride a bicycle to
take a bus 乘坐公共汽车，乘坐火车 train，乘坐地铁 subway。那这个是丢啊，to throw，就丢垃圾 to throw 啊，把手机丢掉，哇，舍不得啊，会摔掉的。垃圾桶，垃圾桶，dustbin，dustbin，啊，trash can，垃圾桶。美丽啊，beautiful 这个单词大家熟悉啊，你很美丽，要夸你孩子，女孩子就很开心啊，你就可以容易得到一个 girlfriend。好，我们来看的第五篇课文，保护地球环境。并不是一件离我们很远很难做到的事情。离我们很远，就是我们不能做一些实际东西吗？不是的，实际上，actually，我们只需要注意身边的小事就可以，比如、例如、比如都可以。夏天把空调的温度开高一些，对吧？出门的时候记得关空调和电脑。这样可以什么？节约用电，少开车，多骑什么？多骑车，骑自行车，骑自行车，take a bike，take a bicycle。那在深圳呢？在中国有很多什么共享单车啊，哦，大家可以骑着上班，如果路程不是很远的话，非常方便，又能够什么节约啊，就是减少开车造成的嘛污染。对吧？节约汽油，right 啊，或者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，对吧？现在地铁可方便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坐地铁还更快，那开车还堵车呢，对不对？这样能够什么？降低啊空气污染，还有养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，什么的什么的，一般什么等等啊，etc. 啊。And so on 什么的啊，就省略的意思啊，还有很多嘛，对吧？这些是我们每个人什么都能够做到的小事啊，但却有实实在在的效果。嗯，地球是我们嘛共同的家啊，our home。只有大家共同努力，共同努力，减少污染，保护环境。才能使我们的家变得更美丽，more beautiful，哈哈，啊，这是哦，这个课文啊，4到5的课文啊，大家有不懂的问题呢，可以问我，好吧？啊，I'm teachable，see you next time，拜拜。